一剑国宠物等级比英雄等级还高的十四本吗？我们都知道，宠物是伴随十四本更新而加入的全新体系。莱西、闪肖、大毛、独角四个宠物能力各异，不仅增强了四位英雄的战斗能力，也使游戏有了更多趣味性。那么这个时候，大家可能会有疑问，说宠物等级怎么可能比英雄等级高呢？毕竟宠物十四本才能解锁，最高才能升到十级，而从七本和九本就解锁的蛮王女王，最高可以升到八十级。难道有人到十四本后，蛮王女王的等级还没过十级吗？哎，你别说。不止蛮王女王，这位兄弟的四位英雄等级都没过十级。那么本期部落新鲜事就给大家带来一位这么神奇的玩家。首先输入这位玩家的标签，然后点击搜索，哎，出来一位平平无奇的传奇玩家。然后我们再往下看，可以看到这位玩家的四位英雄都是五级，而宠物却全部已经升到满级十级了。这种离奇的情况不知道是不是全部落唯一一个，反正我是第一次见。另外，所谓无巧不成书，能拿来单独讲一期的玩家当然也不止这一个特殊点。我们再来访问他的村庄看一下，可以看到这位兄弟是个超级大素本，除了必须要升的兵营和资源罐，他的其他建筑几乎全是一级状态，包括城墙也一块没升。不仅如此，虽然已经十四本了，但他甚至连夜世界都没开通，这比上期那位月捐兵100万的兄弟还要素一些。另外，这次探访部落奇人骑士比较可惜的一点是，我没能联系到这位玩家本人，无法了解到更多有效信息。他的账号和部落现在都处于无法添加和不可加入状态，标签在这里，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去搜索一下。好了，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内容。如果大家知道其他部落奇人奇事的话，也欢迎与我联系。日常分享部落新鲜事，感谢关注。